秀梅，你咋才来呀？哎，你跟万山大叔说了？还没呢。那这，放心吧，咱们抽空学赶车，万山大叔会同意的。嗯，这倒是。快走吧。 哎，老贤，哎，怎么，他们两个把大车赶出去了？啊，看样子是奔红石口了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拦住他们呢？两个孩子都不会赶车，奔着红石口那哪行啊？咱们拦得了吗？有人支持。万山大哥，万山大哥。
真有两下子啊。嗯。同志，谢谢你了。没啥。呵，演马戏的也不也准有这一手啊。嗯。我要是演马戏的，你们俩呀还没买票呢。我猜呀你准是个骑兵。我猜呀你准是个小老板。哎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你看那不是原来你们俩呀、啊、还都不会赶车呀、啊、眼下还不够格呢。那将来呢？将来保险没错。行，有个闯劲啊。感情这是我们青松岭有名的假小子，大号周秀梅。哦，要能干力气活啊，你还不一准是他的个呢。嚯、哦、那以后啊咱们可得比试比试。怎么，你是到我们这儿来落户的？不欢迎吗？嘿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小伙子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大虎，大小的大，虎头虎脑的虎。哎，你们学赶车为啥不请个老把式带一带呀？咱们那个赶车的，哼，我们呢就是想争这口气。哎，你们这儿不是有个有名的老车把式吗？啊，你是说张万山大叔啊？啊，你怎么，你认识万山大叔啊？全县有名的模范饲养员，谁不知道啊？要是万山大叔还能赶车，那感情这不是。报上又登了他的先进事迹了，你看，青松岭上不老松。嘿，这次还有照片呢。照片。大叔，哎，多亏这位同志了。大叔，我都看见了，好样的。往后多学着点啊。哎，你们先唠着，我去溜溜牲口啊。哎，这是谁干的？这不是成心耽误生产吗？谁耽误生产了？看看吧，套都给弄断了。套断了。你们常说要爱护集体财产，你们就是这个爱法啊。一副套这叫十来块钱，长套断了，大车出不了了。要是为这个事儿周队长怪罪下来，这个责任我可担不起。你我怎么的？套断了再接上吧，不会耽误出车。好，来试试吧。试试就试试。查套，哼，没那么容易。这一要手艺巧，二要家世妙，光凭十个手指头就能把套插好了。来，你就帮着他们插上吧。啊，不怕您见笑，没学过咱不会。车把式说不会插套，这就好比庄稼人说不会拿锄。万山大哥，这把套都给弄断了，你怎么还埋怨我呀？
啥时候断的？车是他们两个赶出来的，我哪知道啊？这套早就断了两股。没的事儿，我哪天都检查。你看看这茶口。哼，闹了半天，早就断了两股。哼，当车把似的，要常想着集体电车马，别往旁处用心思。套坏了就该早点把它查上，你又不是不会。这呀，得叫个真章。这样随随便便还行啊？叫啥阵仗？眼下还是赶紧收上车套，出车要紧。就这样，车也没法出，礼也没法送。你还没完没了了？啊？这套早就坏了，你不嚷嚷查查，你没责任。这，好好好好好，咱们找周队长给评评这个理儿。找谁？今儿个你也得出车。真是，大叔，这个车把师在队里赶了几年大车了，那几个月还不够呛啊？年头多了，更受不了了。哼，要不是我这条腿呀，嘿，啊，哦，食品厂啊，啊，啊，什么？全用我们这台好白梨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啊，啊，放心吧，保证按时完成任务，啊，啊，好，好，周队长，这辆车我算没法赶了，怎么回事？要说是怎么回事啊？等过几天呢，你听听看看就清楚了。不怪孩子们磨磨悠悠总想学赶车，他们是不放心呐。这个车把是。他赶不了如今这集体的大车。这儿跟咱们呢俩心眼儿。哎，大叔，守着你这么个老行家，还愁队里没有好车把式？这事儿我早就想过。如今呢，培养年轻人可是件大事儿啊。嘿嘿，咱爷俩算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啊！进车了，秀梅，没有，刚开始秀梅，啊！你怎么净惹祸呀？谁惹祸了？听见了吧？连您当哥哥的说他都不听，我能把人家怎么着？你还想怎么着？秀梅，哎，乡亲们，我不是说别的，这要是把大车生的糟蹋了，知道的是他们两个把车赶出来的，不知道的得说我牵广对集体财产不负责任。再这样下去，这辆车我没法赶了。你爱赶不赶？哎，胡闹！从今以后，谁也不准再动这根鞭子。周队长。如今是集体生产，缺谁也塌不了天。对，就是嘛。看青年突击队长这个意思，是要撵我外乡人呢。我一不是地主，二不是赋能，我到哪都当个社员，这儿待不了，我走，回我们东川黑门口去。你站住！简直是无组织无纪。钱广，交个警车，你就没责任啊？你左一个不干，右一个搬家的，还抢哪一把？就是说实了，过去愁的是没大车，去年政府在这修了公路，如今轻松了有了车了，还愁没人赶呢？就是王后啊，别没事找事儿，哎，马上出征，哎哎哎，干活干活来，干活吧，走走走，老班长，哎呦，老方，你来了，哎呀，这就是方继云同志。公社派他来带领支部书记的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，你来得好啊。
都什么时候了，忙得脚跟都超前了，还办什么赶车训练班？你一个人说了不算。我真不明白，你们为啥一定要学赶车？你应该明白。在生产队赶大车，这是个要紧的差事。车把式没奔社会主义心劲还行，咱们对他要多进行帮助和教育。大伙也没少帮助他，支部也没少教育他，可他就是不改。就拿他鼓动人们往自由市场烧卖山货这码事说吧。哎，你往哪儿拿？托老钱给烧着卖了。还是啊，卖到供销社去吧。听老钱说，自由市场上蘑菇又涨价了。嗨，你没听万山大哥说吗？这不是挑正道，不光彩。哎，快走啊！人家都不光彩，就你光彩。你老钱啊，哈哈。钱大哥，费心给照看着点啊！你放心吧。从打老支书调走，钱广当上车把式，天天如是，闹得有些人都不安心集体生产了。你咋么咋，这不是滋味。这条道啊，是得堵死。秀梅他们想学赶车，也就只为这个。我看呢，这个训练班。得赶快办起来，啊！走，咱们找老周一块商量商量。走。钱大哥，哎，钱大哥。把这给我烧着。姐姐，老四，眼下自由市场榛子可是缺货啊，你没闹的？大秋忙月的，哪里闲工夫、啊？你上一天工。顶多着给你记个十分八分的，要是捡一天榛子闹好喽，可就是好几块呀。如今吃饭靠集体，花钱还得靠自己。为捡榛子不上工，怕不合适吧？哎，要不说你死脑个筋呢？这阵子是按劳分配，你不上工，顶多着不给你记工分就是了。结算的时候你少分一份，别人还多得一点呢。哎。倒也是这么个理儿。钱大哥，我要是捡回来，你可给我烧着卖呀！只要咱们哥们儿把住这杆鞭子，那还不好办。钱大哥，我那点蘑菇，放心吧，保准给你卖个好价钱。老钱，那马怎么一身毛病啊？赶这辆车呀，真得拿出点胆子来豁着干。赶这辆车呀，还非得老钱不行啊！这块车有钱管赶着，不就挺好吗？为啥非找那个麻烦？你没见他成天摇晃个鞭子，供应一些人朝资本主义道上跑啊？钱管给人们捎卖点山货，我看这有好处。要不耽误工的人就更多了。啊，
卖山货就在耽误工，跑自由市场，眼前不就有供销社吗？嗨，有的人不是想多闹俩钱吗？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，咱不能要求过严，闹不好会影响社员的积极性。眼下秋收正忙，社员的积极性只能调动，不能打击。你心思是小事吗？周成啊，针尖大的窟窿会透过斗大的风啊。老周啊，大叔说的对啊，社员的积极性是靠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来调动，还是靠迎合一些人的资本主义思想去笼络，这可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啊。赶车训练班一定要办，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，那就等晚上召开个管理委员会，大伙儿决定吧。钱大哥回来了。哦，呵呵，才到家呀。来了，老四。哎，我那点蘑菇买了。卖多少钱一斤呢？这个整儿，这个零儿，一块五，价不低吧？感情。辣椒钱，这十七块五。是蘑菇钱。哎，一斤的一块五，十斤嘛正好十五块嘛，怎么多两块五呢？这就是你的好运气了，你那点蘑菇我在自由市场多蹲了一会儿，就多给你卖了两块五。哎呦，哎，比你卖给供销社强多了吧？那还用说呀。哎，点点。嗨，没错没错。点点吧。啊，老四，为了你那点蘑菇，你大哥可操脑了心了。哎，这个我领情啊，钱大哥，啊，你可真是的，哎，咱们哥们儿相好一回嘛。怎么走啊？哎，有空来啊。哎，我说你这是疯了你，干嘛多给他两块五？冲你家大方，你看你这是。这里头事儿你不懂，别跟他瞎咋着。你。在他们身上多花块八角的有好处，这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？你看人家钱老顺，钱老顺，哎呀，那不是头几年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吗？他竟干违法的事，你跟他勾搭，那要是挂了上还得了啊？你那个胆子还没那个针鼻儿大呢。依我看呢，咱们还是别出大格。就那小的溜的闹点得了。小的溜的怎么闹？见识短。哎，你。你怕什么？我在这里。什么？你这是听钱老顺说的吧？嘿嘿嘿。看把你吓成那个样子，那匣子里都广博了。哼，我看呢，你这是没日子作了。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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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大叔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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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社会的妇女能开上汽车飞跑，能驾上飞机上天，为啥不能学赶大车呀？说得真好啊，说得真好。兄妹啊，大叔就收你这个徒弟了。大叔，不，师傅，敬礼。大叔，算我一个啊。大叔，大叔。Thank you.
是秀梅值班吗？是秀梅。哦。我他妈下！我咦！大厨怎么才回来？牲口怎么出这么多汗？怕耽误你们喂牲口，道上走得急了点，还有不出点汗的。叫。我。鱼。我说你怎么才回来呀？老娘们家该管的管，不该管的别他妈瞎打听。哼，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是再这样啊，早早晚晚你这个车把式就得让人给你撸了。哼，没那么容易。你下来你真是的。广发叔，今年的年景可真不错呀。感情又是个丰收年呐。老方啊，今年丰收了，是不是再添他两挂车，再买几匹马呀？对啊。哎，老周啊，你看呢？好，我完全同意。过两天咱们召开个社员大会啊。这个呀，我保险万山大叔这个建议一定是全体通过。哎，大叔啊，这回咱们队的槽头就会更兴旺啊。我不是图槽头上兴旺啊，要是再买几匹马，添几挂车，把人手都替换下来，好好修修咱们的山，治治咱们的水，用不了几年青松岭就得大变样，那对咱们国家贡献可就大了。嘿，还是万山大叔看得远呢、啊、这是咱贫下中农的心愿呐。走吧，这帮小年轻的一个个真火爆。不用说，夸的又是你那些好徒弟呗。这个你还别气不公。是啊，你办训练班有功，
只为这个，今儿个我也得犒劳犒劳你。我批准喝两盅。嗯。哎，你看看，还是二锅头呢。关东烟儿买了吗？我托内院的到城里供销社给你打听去了。哎，城里就是有，也不让他烧。多好的关东烟儿，从他手里过，也得变味儿。哼，我倒没说让他烧啊。哎，你等等，我去给你炒几个鸡蛋去啊。哎，炒鸡蛋干啥？你那老寒腿一到秋天就犯病，常吃几个鸡蛋补补，养好了酒后啊，兴许还能赶车呢。没听说过鸡蛋能治老寒腿。管他治不治的呢，反正是吃了没坏处。你呀，我说你是一阵清楚一阵糊涂。哎，吃几个鸡蛋长不了一块肉，多攒点儿，把它卖给国家，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，那啥成事。往后学着点啊。放心吧，落不下，比你呀、啊、一点也不落后。嗯。大叔，不好了。怎么？走胡马病了啊。快告老方去。哎，周队长。哦，老钱回来了。这是今天的单据。哎，老钱呐，还得加劲儿干呢，还有好几万斤梨没有运出去呢。您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那就得多付点辛苦了啊。那没问题，建设社会主义嘛，没点干劲还行。哎，周队长，这一城子自由市场闹腾的可不善啊，我看这倒是增加社员收入的好机会。有人说这叫资本主义泛滥，可人家怎么说？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嘛。这话是谁讲的啊？让资本主义泛滥，胡闹，那社会主义还搞不搞了？要不我怎么先向您汇报呢？这种话别乱说，快去报账吧。哎，是的。哥，看见老方没有啊？给老五爷搭过台呢。什么事儿？嗨，枣红马病了。好，大哥，这马得的什么病？这马呀、啊，是伤水了。哦，伤水。我说，你把艾蒿拿来，给他熏一熏。这马病的不轻啊。二顺子啊，到收费站抓副治伤水的药来。哎，快点啊！哎，真是，就是。哎呀，哎呀，真是的。哎，老钱啊，那马病的可真不轻啊。老四，到底是哪匹马病啊？嗨，枣红马呗。啊，枣红马。哎，哎，不对呀，刚才秀梅把鞭子从我手里接过去的时候，那枣红马还欢蹦乱跳的呢。怎么，今儿个是秀梅卸的车呀？可不是嘛。嗨，我说啥呀，让那群毛孩子们乱捅的生活，早早玩玩就没有不出岔的。哎，老四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，训练班是党支部决定的。嗨，管他谁决定的呢，事儿办得不对呀、啊、就行别人提意见。老钱，哎，枣红马病了你知道不？是呢，我这才听说，正跟老四磨叨这个事儿呢。怎么搞的？您听我说呀。你少说两句吧，我可告诉你，枣红马有个好歹，你要负责。周队长着，我不管你什么理由，这事儿必须在社员会上做检查。这事儿啊，怨不着你老钱呐。啊，你说怨谁？今儿个秀梅卸的车，你没问过他吗？大车进村的时候，那枣红马还欢蹦乱跳的呢。啊，经营大牲口说的多不容易，你怎么能把牲口叫秀梅呢？今儿个不是该秀梅值班吗？照这样干呢，咱队的牲口非全糟他们手里不可。这呀，也就是秀梅吧，换个人谁敢呢？这，
大叔啊，枣红马有啃钢绳的毛病吗？从来没有过。秀梅系的这叫梅花扣，再淘气的牲口，它也啃不开呀、啊。这事儿说啥也赖不上秀梅呀、啊。那枣红马就是你没拴好，刘刚跑出来喝了凉水才病的。啊！秀梅，你要强求上进，我都赞成。可你得替我想一想。我在队里当队长，你呢，又是我的妹妹。咱们应该要求自己更严格一点，这么点道理你怎么就不懂？秀梅，你听我一句话，就别再学赶车了，啊！哥哥，今天是我值班，马病了，我有责任。要是因为这个，你批评我、处分我都行。可是我学赶车，一不是图新鲜，二不是凑热闹，这到底是为了啥？你咋也不懂呢？我懂，我全懂。你没懂。别的事儿都好商量，不让我去赶车，我坚决不答应。你从今以后不准你进马棚，也不准你再提学赶车。我学赶车这是管委会决定的。我是队长。队长？队长也不能耍官僚。哦，耍官僚？对你呀，不允许就是不允许。你大叔，别人秀梅他们修赶车了。怎么了？这不明摆着，照这样下去，将来那几匹马也得糟蹋在他们手里。周成，你害怕了吗？啊？不就只为办这个训练班，有些人才起哄吗？要有啥错处，没孩子们的事儿，我兜着。大叔，你老也得听听群众的反应。群众的反应是要听，听完了，得掂量掂量。这，是啊，听群众的反应，要看是哪些群众的反应，它代表着哪个阶级的情绪呀？周队长，周队长，你，周队长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怎么回事？有些社员在那仨一群俩一伙，讲怪话的讲怪话，发牢骚的发牢骚，硬说枣红马是秀梅给印病的，还说管委会让秀梅他们学赶车，是拿着集体的财产当儿戏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乱了套了不是？都谁在起哄？十来个呢，领头的是孙福，大伙儿跟他辩论，他还不服，我把他弄队部办公室去了，正在那反省。怎么？季云，你听听，大虎把孙福关在紧闭里。哎，我是谁关他紧闭了？我就说让他好好检讨检讨。去，给孙福叔赔礼道歉。赔礼道歉？这态度还要诚恳。咱们要按照政策办事啊。好吧。哎，那就让那些人在那乱呛呛啊。嗨，让大伙先散了嘛，有意见等开会的时候再提。都乱成一锅粥了。秀梅，把狗汤安好，明天回突击队休七天，不准再提训练车了啊。为啥？训练班妨碍生产，就该坚决停办。周成，周成啊！训练班刚办起来，枣红马就病了，马病的消息一传出去，
就引来这么多风言风语。你想想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这正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。秀梅啊，这个稿头啊归我了。秀梅，你看。好啊，秀梅啊，可不能泄气呀，啊！大叔说的对呀，秀梅啊，你也该看看你那帮伙伴了，组织大家，好好的学习学习，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。哎，看啥呢？呸！他倒高兴了。哼！哎，该遛遛马了。大叔啊，马我来遛，你老回去歇会儿吧。不用遛了，他已经出头汗了。你还是回去睡会儿吧。我睡不着啊。马病了。咱急得像团火，可人家高兴的喝酒唱皮影。是啊，看来问题很不简单呐。今儿个这事儿会不会是牵挂？很有可能。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人。1953年，他从黑风口搬过来的时候啊，他自报中农。可中农是齐姑的成分，钱广到底是什么成分，到今儿也没弄清楚。从打他搬到青松岭啊，他没干啥好事儿，
当出版社，他就反对。57年右派闹事儿，他跟着起哄。59年，他又背地里说人民公社坏话。这些事儿，周成也该知道啊。嗨，钱广这个人呢，平时能说会道的，运动一来啊，他可会见风使舵了，检讨起来鼻涕眼泪的，装的可像了。周成就是让他给瞒糊住了。从他赶上这辆大车啊，表面上挺积极，可背地里一个劲儿戳破人们往资本主义道上跑。他不是和城里一个叫钱老顺的有勾当啊？今天上午一卸完梨，有人看见他从食品厂一出来就和钱老顺一块出了东门了，很晚才回来，三匹马又累得通身是汗。这里头一定有鬼。嗯，据了解，钱老顺前几年才从监狱里放出来，最近一听说蒋介石要穿翻大陆，就又活跃起来了。这么说，过去咱还没把他看错。对。嗯，我又想起你来的那天，不是碰见秀梅他们惊车吗？那就是钱广故意刁难孩子们，好让孩子们不敢再动这辆车，可咱偏偏就送他去，办起了赶车训练班。这下子就像刀子捅他肺窝子一样，你想他能甘心吗？这马呀，哼，大叔啊，是不是你明天找他谈谈，我去再摸摸情况。好，走，该关药了。哎，大叔，你照看牲口，我去召开个执委会。哎，老方，别忘了把大衣拿回去啊。大婶啊，哎，我想求你个事儿啊。啥事儿啊？我想把这件皮大衣啊改条皮裤。哟，这这么好的大衣改皮裤？我想，嗯，想必啊在前方爬冰卧雪的，挡不住啊也做下个寒腿病。好，我这就给你做去啊。哎，嫂子在家吗？谁呀？快进来。哟哟，你这是忙活什么呢？他七姑啊有事儿啊。头两天你不是打听哪有卖关东烟的吗？昨个妮儿他爹进城正好碰上了一份，他就顺便给你买了一斤。你看看这烟的成色多好啊，通红通红的，这才是正经八百的陈货呢。我就说让他先给打听打听。嗨，那打听还不是要买呀，快拿着吧。那已经买来了就留下吧。多少钱呢？哎呀，啥钱不钱的，对门师傅的住着，又是亲戚里道的，一斤烟呗还抽不着是咋的。哎，快，亲戚这。嗨，从我舅舅他表姑那儿论，我不还得叫您一声大表姐吗？哎，嫂子，得了，这斤烟呢就算我送给大哥的还不行吗？啊，他七姑啊，你就别说了，我说不能收啊就是不能收。哎，你看嫂子，嫂子你，我说得碰一鼻子灰不是。
别呛着他。哎。嗯，关东烟儿。哈、哦，还是郑庄货呢，他还真行。哎，来腿带。你那抠着啥呢？关东烟儿。啊，哎呀，那是内院他七姑放这儿的，你呀。啊。退。哼，还亲戚里道的，正经说不少呢。他少来这一套。这还不是当家的知识，屋里的赚呢。不做贼，他就不心虚。我给他送回去。不用了，你把强光找来，我当面给他。哎，我说啊，往后你得多跟他七姑唠唠啊。嗯。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，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，在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，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。万山大哥，你找我啊？坐吧。我有句话要跟你说呀。有啥话您说吧。钱华，你做没做过损害集体的事啊？这话让我怎么说呢？要说老实话，如今的事情是个啥方式你还不懂吗？懂懂。哎，懂就好。不管犯了什么事儿，都讲个自觉性，要主动交代嘛，是吧？要说犯啥事儿，那找不着咱们哥们儿。要说主动交代嘛，哼，谁还没点儿资本主义思想呢？尤其是我这个人啊。就凭你办的那些个事儿，有点资本主义思想够用的吗？我问你，昨晚牲口为啥出那么多汗？骑车晚了，道上走得急了点，还有不出点汗的？头上车就卸完了，傍晚你才赶回来，干啥去了？没干啥。没干啥。三匹马拉空车五个多钟头，走二十多里地，能出那么多汗吗？看啥？这是你的烟。你干这种事儿，也敢认人们口？这，哎呀，大门在那边呢。我一见这种人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哼，你呀，就多余跟他废话。烟杆子在这号人手里把着。怎么能叫人放心？走，快点。好嘞。嚯，孙副叔，一大早又去捡针的去了啊！个人副业就得抽空搞啊。抽空？抽空？你可没少耽误工啊！就是。说这话可亏心呐！哎，孙副叔，前些日子在地头学习八戒十钟前会公报，你学习了几回呀？是啊，几回啊，孙副叔？昨儿下午大伙儿在北沟嘎谷子，你干什么去着？是啊，实话你说呀。我肚子疼了呀。肚子疼，肚子疼啊，肚子疼。
还挎着个篮子往那侦察科里头钻呢啊！哎呀，你管着怎么的？我耽误一些活也少挣俩工分，如今呐是按劳分配，到决算那天我少分一份，别人还多得一点呢啊！哎，快！老四啊，哎，这话你是从哪儿学来的？哎，是这么个理儿吧？啊，你这个理儿啊，那可是资本主义的理儿，就是理儿。呵，赶明儿个我成个地主老财了，哪儿是情？哎，像话！爹，吃完早饭，我不去捡榛子了。哎呀！一个大星期天你也不上学，在家待着干啥呀？你呀，还不是社员，没人敢帮去。拿着，我可是少先队员。今儿个我们小组去石老里，留着喂队里的老母猪。我们小组的活动计划也有这么一条，要多为集体办好事儿。你他妈的，就是不想要多为家里办好事儿，还为家里办好事呢？你老让人家请假，这次考试我都不及格。你不及格怨我呀？怨你怨你就怨你，你逼着我请假，还叫我撒谎，说有要紧的活计。你个小兔崽子！哎，叔叔叔叔，老四，还这么教育孩子的？你这是干什么？等回家再给你算账。还是跟你自个儿算算账吧。就是。孙副叔啊，大伙的意见，你可不能不往心里去呀、啊。老方同志，你给评评。社员抽空搞点个人副业也够上走资本主义呀、啊、社员抽空搞副业不但不反对，还应该鼓励呢。等忙完了这阵子，队里要组织大伙上山搞小秋收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呢。可现在是大忙季节，不顾集体生产，矿工采榛子捡蘑菇，把眼睛老是盯在自由市场上，还说什么吃饭靠集体，花钱靠自己，那可就不对了。想想看，要是大伙都这么干，还叫什么人民公车呀？不又回到单干的老路上去了吗？老四啊，你听听，这话才在理儿啊！我不过是忙里偷闲搞点儿。哎，死一么嘎的脑袋，鬼迷心窍的。哎，大伙别这么说，他一时思想转不过弯来，咱们要好好的帮助他呀。哎，干活了啊！没理的没理，干五子干五子。走了走了。老周啊，喂，你看孙福掰的那才叫吉姆棒，就落下这么多，简直是无走之无忌了。这事儿啊，咱得好好的刨刨根了。刨啥根？一句话，私心不退。哼，你不觉得这事儿跟钱广的活动有联系吗？嗨，这怎么能乱联系？要我看，这个人对集体有些地方正经不错的，他赶他几个月的车，风里来雨里去的，不容易。要紧的是要看他给集体事业带来的损失。他从队里烧走的不光是山货呀，还有那些社员走集体化道路的心呐。没那么严重吧？哎，老周啊，这事儿你可不能不往心里去啊。啊，别听有人瞎呛呛，老钱这个人有点自私不假，总不至于干啥坏事。我了解他。你了解什么？就连他的成分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彻底搞清楚。谁说的？1954年我亲自调查过中农，听黑风口的干部说，老钱还是土改前从老区搬到黑风口的。他为啥在土改前搬家呢？嘿，你呀在部队就爱钻牛角尖，这么多年了还没改。八成是改不了了哈。哎，钱广的成分问题还有他和钱老顺的关系，我看呢再派二顺子出去调查一下。嗯，好，那就调查。其实啊没啥出入。二顺子快走啊，来吧。二顺子啊，这儿有个歪掉任务，走到队部去。哎，我
吁吁吁吁吁。小梅啊，哎，咱这山区可比不上人家平原呐，你看这老山道啊，可要多加小心呐 啊！哎，昨个我说的那些还记得吗？记得，说说我听听。骑车要稳，进门要慢，嗯，拐弯儿，靠园子，拐弯靠园子，上坡呼哨子，下坡的时候可要短提缰绳，早使闸。刚才怎么了？不光会背，还得会用。哎，大叔，要是生过毛了，怎么办呢？赶紧搬闸呀！要是闸不好使呢？那就得看鞭头子上的功夫了。在井关接药的时候，朝马耳朵根子一鞭子下去，多烈就的牲口他也得站住。啊，这种鞭子可不能随便用啊，闹不好出危险啊！走吧。上车。哎，叫叫。哦哦哦哦哦，吁吁。我今天赶车哪儿还不够劲儿呢？要说哪还不够劲儿啊，来，小梅啊，啊，见树上那对梨了吗？看见了。看准啊。嘿嘿，真准呢。要当好把式，鞭头子上就得有劲，嗯，还得指哪打哪，你才能降服住烈马，还能在险路上跑车。一瞧挖不出井来，歇会儿吧。我这棵梨树啊，一会儿让你给剃光头了。哎，我说你们俩不想吃饭了啊？晚吃会儿饭，饿不瘦啊？哼，大婶儿，你拿的啥？老方的皮裤，这么快就坐上了？天凉了。又是一宿没睡吧？嗯，反正我不像你似的，白天冲英雄，黑夜睡着了，你才哼着孩子叫。这是真的，大叔，这可不是。别听他瞎说。哎，这。小梅啊，把这条皮裤给老方送去啊。那快去，听话，快去吧，去吧。就你多嘴多舌，当秀梅面提这些干啥？我哪想到那么多呢，我看你夜里哼呀嗨的叫，准是腿病又犯了。不要紧呐，哪那么娇气。哼，哎呀，那你就别在那冰凉的石头上坐着了，快进屋吃饭吧。忘不了啊。哎，你呀，来。大叔，小梅啊，大叔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怎么了啊？大叔，我不让你。怎么，不让我教你们了？往后你坐在车上教，不许你像今天这样跟着车跑了。净说些孩子话呀，坐车上怎么教啊？
你当开汽车呢？那你的腿这不好好的吗？你骗人呢？骗人？你看，一二一，一二三四，怎么样？没有，大叔，大叔，大叔，腿劲还行，腿劲行，行，这手劲儿也敢跟你们这些小伙子比比？哎，你们看，是不是？你们看，大叔，大叔，哎，大叔，哎，大叔，使劲，大叔，使劲，哎，哎。叔，怎么样？行，我还不老。就是，春生，你们别信大叔的。刚才大叔还在这儿。秀梅，大叔，你就别。大叔，大叔，大叔。春生，以后咱们互帮互学，不能再叫大叔为咱们操心费力了。秀梅啊，将我在这敲打几下，担心了？这要比起过去来。算到了什么？孩子们，坐下。大叔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，正在苦坑里扑腾呢。我记得那年冬天呢，大地主喊老九去收租子，让我套车往回拉。那天正下着大雪呀，再重道滑，牲口走不动啊。喊老九夺过鞭子说：“没见车走得慢吗？还不去给我拉长套？”我说：“我是赶车的，不是来给你拉车的。”喊老九见我顶了他。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鞭子，他打他的牲口都没那儿狠呢。把我打昏了，还没等我醒过来，他又赶起了大车，压断了我的腿。是一块干锅的穷哥们把我背回来。狼心狗肺，韩老九，他看我干不了啥了，又把我从长工棚里赶出来。十冬腊月，我拖着条伤腿去蹲破庙，就打那儿，我这条腿，哎，那时候，大叔多盼着有那么一天呢，把鞭杆子从地主手里夺过来。大叔，这一天不是早已经来到了吗？是啊，是来到了。可在咱青松岭掌边的不是咱的可心人呐，他要走的路不是咱们的路。大叔，我们一定要学会这门技术。不光学技术啊，那天老方又跟我唠起教你们赶车的事儿了。老方说，最要紧的是学好毛主席的思想。老方走了以后，我就想啊想啊，我想起来毛主席告诉我们说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是啊，你们学赶车也是在搞阶级斗争啊。这杆鞭子别看它只有一斤多重，这可关乎咱们走什么道路的大事啊。俗话说，行船靠舵，跑车靠鞭。一辆大车是在平平坦坦的大路上跑，还是在坑坑洼洼的小道上颠，可全凭车把式的两只眼睛。全凭两只眼睛？哎，车把式的眼睛应该是风吹不昏，沙打不迷。风吹不昏，沙打不迷。咱们赶的是社会主义的车，
赶车的人，可要时时刻刻认准毛主席指引的路。大叔，大叔，我们一定听毛主席的话。好，好啊，这大叔就放心了。大叔，你可不让人家放心呢。我怎么了？你的腿。秀梅啊，你们在练，我也在练呢。人们都说我不能再赶车了，可我就不信。今儿早上我跟你们在外边跑了两个多钟头，你看看我这条腿不是稳稳当当站着吗？啊，大叔，走，装车去啊。哎，走。60斤，59斤，75斤，哎，老钱呐，刚才食品厂来电话说梨必须提前7天完成，你要抓紧点啊。哎，这股歪风坚决刹住。对对。哎，老钱呐，我把那烤榛子装车了，你给我照着点啊。你还没看今儿这个苗头吗？你那点榛子烧走烧不走。周队长没发话，谁敢帮我装啊？好，就看你的了。哎，银柱，快快快，我上来吧，上来吧，别唱歌了，唱歌了，往这边来，慢点。轻点，轻点，摔坏了没有？光顾你的榛子，把梨包都摔坏了。啊？哪摔坏了？四叔，今后大车不许拉这些杂七麻八的玩意儿。你呀，还不是队长呢？我是人民公社社员。喝！集体的大车不拉死货。乡里乡亲的啊，别伤了和气。你我叫你装回去。你干什么？你回去吧。你们大伙都来看，休他这样动眼的范儿吗？你回去。哎，哪能这么闲两天了？哎呀，有话慢慢说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怎么了？你快看看去。这是怎么了？运梨任务这么紧，他们还往车上装私货。嘿呀，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还值得闹得这么凶呢？老钱呐，哎，能带就带，不能带算了。运梨任务要紧，你掌握着点啊。好，您放心吧。哎，不能装！好，好，好，车呢是队里的，实在不给拉呀，咱也不强求。怎么了，周队长？我请天假，我自个儿去卖。对，我也请天假。这什么时候了，忙得恨不得一个人顶三个人吃，你们还来请假呀？就是啊。说实在的，我们也不愿意请假，你看没法子。是啊。一共有多少？80斤，就这么两份啊？再没有了。好，给他们拉着。哎，站住！不能装。万山大哥，这连队长的话都不算数了。再说，队里大车应该公私兼顾嘛。就是嘛。这叫什么公私兼顾？这是个人损害集体。这是帮社会主义墙角。对。在市场上卖点自产山货，这算往哪家墙角了？就是嘛，扣帽子也得量量尺寸呢。怎么，这尺寸不合适吗？强广，我问你，你是个车把式，运梨任务这么紧，你不想法多给队里拉几包梨，反倒鼓动人们到市场上高价卖山货。党的政策是鼓励社员把山货采回来卖给国家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。可你呢，专跟党的政策唱对台戏。是有的人把个人利益顶在脑瓜顶上，把集体生产加在赶上窝里，人心都让你给搅和散了。这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角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看怎么朝我来了？
我费劲巴力的为社员谋点福利，好让社员少请假少耽误工，临头末尾就落了个这，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你有理讲理，别胡搅蛮缠。你别胡搅蛮缠。哼，我还不伺候这份儿。周队长，队里的车把事你另请高明吧。你呀、啊，这还吓唬不住谁？哎，你别讲话了。去，把钱给我追。哎，用不着。这种人呢、啊，是诚心想拆咱们台，办不到。对。他这样做，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对。我建议把秦广撤了。把他撤了。把他撤了。都来撤了。把他撤了。把他撤了。把他撤了。撤了。把他撤了。撤了。撤了秦广，谁来敢撤？我。你信不过我这条腿吗？这儿骨头是硬的。大叔做得对呀。大叔啊，这条皮裤你老收下。什么？这张皮子虽说旧了些，可它还能挡挡风寒。一条皮裤您老穿上只能暖您的腿，可是您能站出来掌鞭赶车，暖的是贫下中农的心呐、啊。老范，回去吧，那条道算给咱堵死了。哎，走了。哎呀，哎，哎，坐你们的车。回去吧，哎，哎，回去吧，哎。大叔，上车吧。哎。烙几张糖饼。烙糖饼干啥？我说你这是没日子作了。鞭杆子怎么给我夺过去的？还得怎么乖乖的给我送回来？青松岭的鞭杆子，姓钱。想的可倒美。我钱广也不是好惹的。
那马是我训出来的，没三鞭子，他就甭想出红石口。哎，你训的这？张万山今儿个要能活着回来，我就算他有本事。你要干什么？把鞭子还给青蛙。走。如果你一定要坚持这么办，就召开管理委员会，让大伙来决定。就是召开社员大会，也得实事求是。老周，你，周成同志。季云，你怎么也没有生产观念？要是没有阶级斗争观念，不但生产搞不好，还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更大的损失啊！哎，钱大哥，啊，你听说了没有啊？啥事儿啊？大车一出红石口就惊了。惊车了，哎，这是咋说说的？这个事儿啊，有不少人对万山大哥有意见呢。老四，你把大伙儿这些意见跟万山大哥提提，这也是互相帮助嘛。哎，这好办，钱大哥。我这口的榛子，嘿嘿，只要咱们哥们赶车，那还不好说。就是队里规定大车不许带，我背也给你背进城去。哎呀，也多费心了。我呀，就去两口人。好。你把鞭子夺过来的时候，多少只眼睛看着咱们，大伙儿从心眼里高兴啊，咱可得给贫下中农争口气呀。今儿个这事儿非弄他个水落石出不可。秀梅啊，套车。哎，万山大哥，万山大哥，哎，没有人。我看呐，咱们回去吧。哎，别着急嘛，咱们呢等他一会儿。怎么，就咱们俩？别看就咱俩，也有点代表性儿。万山呐，万山，说老叔，我说，你找万山啥事儿啊？听说惊车了？嗨，可不是怎么的，为这个事儿啊，万山大哥跟老钱闹翻了。嗨，都是当庄住着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何苦来的呢？老叔啊，这个事儿你老人家跟万山大哥好好说说吧。啊，是得好好说说呀。那你们这是啊？我们呢也想给万山大哥提提这个意见呢。提意见啊？那你们先提，我待会儿再来。嘿，老叔，别走嘛，我看呐，咱们就一块儿提吧。一块儿提。哎，对，咱们一块儿提吧。好，好，好。
闹了半天，万山大哥在马棚呢。万山大哥，啊，你来一下啊，五叔等你呢。哎，小梅啊，套好车，告诉我一声。哎，万山呢？五叔来了，惊车了，又让五叔担心了，没磕住碰住的。放心吧，快坐下。老叔，有啥话照直说吧。啊，你看，我都忘了，他们两个是来给你提意见的。啊，如今不是师兄互相帮助吗？对，欢迎啊，坐下吧。老叔，你不是也来提意见的吗？啊，你老是长辈儿，还是你老先说吧。我先说啊，我可不知道你们要提啥意见呢。哎，一样一样一样。哎，是啊，五叔，还是你老先说吧。好，那我就先说。在咱们青松岭，眼下呢，就我是个多吃了几年闲盐的了。虽说如今这个社里头呢，有社长，队里头呢又有队长，可有些事儿，我要是看不下眼去的，我还是得磨叨几句。嗯，这说起万山来呢，这我可清楚，这人刚强，那比起你们来呀，那可强多了。人家呀，眼睛亮，看得远，为集体办事儿，那可是个热心肠。孙叔啊，可你小子呢？啊，那天掰棒子你就丢下那么多啊？哎，老五叔，你说哪儿去了？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呀？嗨，让他老人家慢慢说嘛，半着腰插哪门嘴？五叔啊，你老接着说吧。接着说。嗯，好，那就接着说。哎，孙叔啊，刚才我说的哪块了？哎呀，老五叔啊，你要先歇会儿吧，还是我先说吧？万山大哥，我们来是，哎，你这身板啊挺好啊。啊，不不，我是说论干重活。干啥重活了？是丹山呢还是北河呀？我是说你赶大车。啊，老四啊，你看我拿点还不够格，给哥哥提提啊。说吧。哎，是是啥？是想让我把鞭子还给钱广，对不？今儿个我跟你们挑明了吧，你们让人家利用了，还蒙在鼓里呢。老四啊，党教育这么多年了，不能光捋算自个儿那个小日子，应该多捋算捋算咱那集体的事业啊，不能再跟着别人往那资本主义死胡同里钻了。嘿嘿，你们好好听听吧，这才叫互相帮助呢。老四啊，别的事儿咱们都好商量，要是让我把鞭子还给钱广，办不到，这辆大车我算赶定了。万山，做得对。嗯，你们两个回去吧，往后办啥事儿了，先得好好琢磨琢磨。小梅啊，套好了吗？套好了。走。哎，大叔，这干啥去？去试车。试车？哎呀，你老年岁这么大了，万一出点岔子，我没法向社员交代。周成，季云，大叔要试车。试车？对，不能让他看咱们的笑话。老方，有人让我把鞭子还给钱广，你知道不？
知道。那这辆大车一会儿也不能停，那就去冒险呢。冒险，大叔，你老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是让我们老方。老方啊，我说句心里话吧，我这60多岁的人了，腿脚又这么不做脸，再赶车哪能不吃力呢？咱不能再让钱广赶这辆大车，朝资本主义道上走了，不行啊！再这样下去，一会儿也不行。大叔，可你的周成，你们别把眼睛老盯在我这条腿上。你们都在部队上待过，你看咱那解放军战士在战场上负了伤都不下火线，照样去冲锋陷阵杀敌人，还不是因为他们心里有党有毛主席吗？大叔，你我这条腿啊只不过疼一点，嗨嗨，有啥了不起的？不是死不了人吗？我是个共产党员，就是真的到那份上，为了保住咱社会主义江山，为了受苦的人们都过上好日子，我这把老骨头就是早几天入土，又有啥舍不得？老方，大叔受过苦中苦啊，我知道从哪条道上才能找到天上天呐。要让大车走正路，咱不掌鞭谁掌鞭？老方，你就让他去吧。大叔，我来的时间不长，可你老给我的教育是很大的。你老说的都对，不过这事儿咱得好好的研究研究。今儿热车轻得很快呀。嗯，车惊得怪。对，正值为这个，咱要看看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。周成啊，你说今儿个惊车是因为我扔了多年手生了吗？嗨，照说呗，那是你老吃到心里的活计。嗯，是道不好走吗？哼，那条道上咱们的脚印不知铺了多少层了。是因为这几匹牲口咱摆弄不了吗？平时他们老实的都像个猫似的。对呀，这也不是那也不是，咱就该从另一条道上找找原因了。对，另一条道。周成啊，今儿个大车一出村一直走得挺顺的，可为啥一出红石口就惊了呢？红石口啊，那天我跟大虎也是在那惊的车。是啊，阶级斗争是复杂的。我琢磨的也正是这码事儿啊。来，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。哎，这赶车呀，谁也挡不住惊车。哎，嗯，就是嘛，人家钱广赶车怎么不惊呢？哎，那呀，得全凭个技术。有一回，那三匹马一出红石口也毛了，可是老钱，啪啪啪三鞭子，大车咯噔就站住了，纹丝不动啊。那才叫本事呢。嗯。三鞭子。老方啊，刚才啊，我们在大树下，大车纹丝不动。说不定他这三鞭子，嗯，问题更清楚了。我干活去了啊。哎，嗯，他会干出这种事儿的。没想到阶级斗争在一杆鞭子上也表现得这么复杂。秀梅啊，这叫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啊。好，咱们一块儿去试车。哎，他是人是鬼一定弄个明白。老周啊，走，咱们一块儿去。
走。走。老钟啊，看见了没有？老方，这老榆树啊，就是钱广驯马的记号。大叔啊，再试一次。哎。大叔，老方，我去把钱广救了。周队长，大叔，老方，这回呀、啊、可全清楚了，清楚了。老方，你看这个，走。老方，我让大虎把钱广看起来，你说怎么办？来，你先看看材料。好。老方啊，大叔，咱们一谈起钱广来，我都说我了解他，他明明是埋哄人心，可我说是便利群众，他明明是阴谋破坏，勾引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，可我说是有利于集体生产。我成了阶级敌人、阴谋伏笔的防空洞，挡箭牌了。周成啊，明白过来就好啊。这码事儿你得牢牢记住啊，记他一辈子。阶级斗争到啥时候咱也不能忘了啊。是啊，如果忘记了这个，夺到手的政权也会丢掉，建成的社会主义也会变质啊。你老实点，把钱广带进来。走走走，快点快点。你们这干什么呀？你们这样对待一个中农，我要上告。钱广，你什么称谓？那周队长了解我呀。我了解你，我今天才看透了你这个反动富农分子的骨头。你还是反动富农，要不这么坏的。周队长，您别装蒜了，我问你，土改前蘑菇峪钱家大院大当家的是谁？说谁呀？在蘑菇峪逼死了人命，1947年为了逃避土改斗争跑到黑风口的又是谁？你说谁呀？你快靠近出言。说谁？你说。我坦白，我坦白，我是隐瞒了成本，可大家知道我可没办坏事啊。没干坏事，你鼓动社员矿工跑自由市场，破坏集体生产，这不是你干的吗？你还挑衅牲口，让他一到红石口就惊车，让你什么心？你说，不光大伙眼皮底下的事儿你赖不掉，就连你打算破坏训练班，偷偷印病早红马，那也成不了梧桐案。跟你合伙搞投机倒把，又一块谋划这些坏主意的钱老顺，已经被政府逮捕了。一张人皮遮不住你的鬼脸，你想把着青松岭边杆子挡住我们要走的路啊？
那是做梦。老实交代，说说，快说快说，老实交代。从今儿个起，你们就要出外经风雨见世面了。你们要记住，在跑车的路上，总会有沟沟坎坎，要擦亮眼睛。不管风沙多大，路途多难，经不住手。老方，下命令吧。出车。是。走走。唱片那么一呀甩，